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今天我们继续《植物大战僵尸：花园战争二》的这个游戏实况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到后院去，对吧？后院去跟那个玉米吧，玉米将军还是什么的去触发任务。啊，今天这个没任务还没看，先去看一下没任务。歼灭一个 BOSS，巨人僵尸，这个可以取消掉。格林机枪超载，使用格林机枪任意歼灭。哦，别落下任何植物，复活五棵植物。相乘 A 加，这可以不用。相乘在疯狂标靶任何靶场。吐那个，这是那个东西。先弄一个这个，再弄一个这个吧。那我可以用豌豆吧，我先换豌豆吧，不用新职业了。豌豆我要做任务，豌豆的话用这个救人啊，救人用哪个好呢？寒冰豌豆，伤害不高。上次玩的是这个突击性豌豆，直法这个绿法，这上次不叫绿法豌豆吗？超稀有毒性豌豆。毒那么强吗？这个吧，我们从后院进去，进这个故事人物。好，这个叫玉米将军嘛，玉米特务。你成功回来了，非常出色。然后黑色外壳剥落，啊，脱落，脱落是什么鬼？好吧，这个任务开始。他们计划要把世界上最大瓶的核武器果汁运回 Z 科技总部，你听到了吧？你必须窃取并保护那罐。什么核武果汁？那是什么鬼？并直到我们把你们一起带走，快去吧，好吧。黑色外壳脱落，我往哪里走啊？啊，这边。这里不会有僵尸吧？他说要用格林机枪歼灭25个僵尸，感觉这里会刷僵尸，僵尸的领地。运输气球在那里，哇，好远啊！我觉得后面刷僵尸了，哎，没有，盟友。哎，触发什么警报了吗？哎，皮那么厚啊！这边还有吗？没有敌人了吗？收回。哦，这玩意儿，我去！我不会让你们拿到这个摧毁核武。哎，有箱子可以开。哇！获得20000的游戏币哦！谁打我？谁打我？别挡我啊，教练！你这个图可以没了。走你！怎么有倒着走僵尸啊？我去，卡吧这是。哎，谁来了？哎，挡住了！哎哎，
又快影又僵尸又一个空袭。后面有僵尸吗？后面有僵尸吗？还有敌人吗？又来了，我僵尸好多啊。哇、哦、巨人僵尸，哦，回收了，收走了。任务完成。好，又完成一个任务了。这鸡打不死，太牛了。好，该是你上场的时候了。黄瓜密令，我去，这什么名字？我们已经拿到了核武果汁了，我现在用来哦，用它对付敌人。嗯，我们已经把果汁还原成不错的核武清汤啊，并把它们倒到一个浓缩小的战术黄瓜飞弹里面。没错，战术黄瓜飞弹是我们计划要用它的，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呢？黄瓜密令。哦，就是这个玩意儿、啊。该和哦，这是之前是在那个 C5 基地里面的，就是前一座《荒野战争一》的那个黄瓜了。终于有剧情讲了，是讲这个内容了。我要直接把它送到那个僵尸大门前，不过我需要你的协助，大兵。大兵是谁？哇、哦，飞机啊！我去，你的工作就是空中支援，别让我失望。OK， 飞起来了。去吧，豌豆可以开这个飞机了。哦，全自动玉米机枪。哦，保护他对吧？哦，我去这个。哇、哦，好爽！那这个飞机有点溜啊。还有敌人吗？我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他了。好像是无限子弹，我看不见他在哪了。这无限子弹呢？英雄、啊、我看不见敌人了，哦，这边还有。这人头收的，真人头收割机。我怎么看他有多少血？从来没那么爽打僵尸啊！我去。这人头收的，
这里有人，我没看到啊。在保护多久？哎，跑啊你！你在这里绕圈干嘛？保护了他半天，他不跑，然后卡在这里。好爽啊，这个那不是无敌的吧，那家伙。武王 ，boss， 我看不到了 ，boss 看不见了。哎，武王也被我干掉了，好强，拐棍武王。哇，什么东西？话说他要把这个东西拿到哪去啊？哦，我把这个东西打坏了。哦，正门啊，你不会从边上偷过去啊？正门火力有点猛啊。他们说，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啊？啊，咣的一下炸了。哦，这特效我给五分。好，任务完成。好，这任务越来越简单了。啊，解锁成就，玉米飞艇。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，我很荣幸与你一起服役，给你表彰以及玉米作战基地的荣誉勋章。哦，奖励，哎，这么快就结束啦？好了，按照完全事情完成完全是按照计划进行的。我们能成功阻止敌人拿到核武果汁，并把它们变成对抗敌人的武器。我已经打开了这个栅栏，你可以去到任何你可以找到任何东西吧，那是你应得的。去见下一位特务吧，祝你好运。栅栏哪里栅栏？哪里有栅栏？哦，这里宝箱，送一个宝箱给我。这么大一个宝箱，哇！新鲜最好，获得一个帽子，特殊帽子。哎，这里还有个东西，收集地精，是不是应该还有地精啊？那个之前完成的地方应该也有个地精啊，没看到啊，去看看有没有地精，应该是出去了。可以驾着这个飞艇吗？不能走了。
不能做了，我还想做一下出去打人呢。哦，目标是这个。好的，我们先去出去看看那个之前那个地方有没有敌军，之前车库那边有没有敌军。车库这边应该也会有一个地精的，他没给我礼物什么的吗？车库比较坑啊，什么东西都没给。哦，有一个地精，车库比较坑，没东西给我，不给我一个宝箱什么的，给我辆车也行。我现在有多少钱啊？51万，开一个这个吧。100%出一个角色啊！天哪，这新的工程师，新的工程师 AC 派瑞，好吧，再开一张植物。仙人掌是什么鬼啊？我不要这仙人掌，我要玫瑰啊！化石仙人掌，再来一个，我们把这些全开完吧。Oh no， 又是僵尸的。公园骑士兵，玫瑰啊，教练啊，船长，我去，为什么都是反派人物？我不要反派，我要这个植物的，我要植物的。哎呀，我去，你给我，哎，这个好像你之前就有过吧？哦，我没解锁过这玩意儿。禅宗仙人掌，还可以开一个啊，吸血向日葵，好吧。吸血向日葵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开的这个玩意就还好。我们还差多少个没弄啊？反正我现在没钱了，都开完了。打个十来盘才能拿一点钱了。轮音机枪还差15个。好吧，那么我们接着打任务。新的任务，这次是谁啊？应该是玫瑰啊。哦，橙子，橙子，橙子。哇，这个甜橙是不是科学家啊？甘橙不是甜橙。哦，这个没打开，这个里面会给个宝箱。最扣就戴夫机器人，什么都没给。哎，这里有个这个，这里有一个这玩意儿，地精，你收集到地精，一共有4个吧，四个。感觉这里好高科技啊，还有微波炉和榨汁机。香橙，这个是毒鱼啊，香橙应该，这个应该毒鱼。快来看，你正在我的私人漂浮堡垒上哦。这个宝贝可是外表普普，但是果汁含量相当丰富的。他年轻时做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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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？好吧，三角定位站。设置一个宇宙三角定位器来找出一个赏金猎物。我是来自未来的，目前来领取一些高额的赏金哦。你是来自未来的，没错，赏金猎人来自未来。你帮我，我保证会给你一部分的赏金。哦，我加入。三角定位站。这个我们要跟着这个目标走。哇，那个是哦，就这个东西吗？这个字就那个柑橘的这个城堡浮在空中呢。我们的目标是这里。诶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个玩意啊？这探照灯吗？守卫正在部署。哇，搜索中。敌人会来的，敌人来了，还有敌人吗？啊，他会召来这个僵尸。哎，我还听到僵尸的声音了。
去找那个东西吧。哇，旗子都被炸没了。什么声音？这，哎，你确定这不是拨号上网吗？这声音好熟悉啊，好熟悉的拨号上网，我去。这在搜索目标。我好像我要到范围以内去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是为了完成支线啊，不，完成那个每日任务来的，还差一两个吧。还有敌人吗？还有没有敌人？哦，又来了，要没了，要进去。搜索完成，连线成功。我去，这个未来科技还是用那个连啊，未完成。还有哦，还有啊，要部署那么多啊，这个东西会引来僵尸啊。没关系，正好给我们刷这个任务。又来了，我可以站这上面打吧。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UFO， 我去，小僵尸可以开 UFO 来打我，啥情况？发生了什么？那 UFO 是闹哪的？哇，这小僵尸的未来科技好溜啊，是未来来的僵尸吧？这个，哇，炸了！要来了，要来了！这就是那个联网的声音啊，好奇葩的声音。这未来过来的这个橙子居然用的这个网络还是电话网，我去，这个还是这个拨号上网。那边又来了，好，连接上。这小僵尸好溜啊！还有最后一个吧，部署三个。这边还有一个，但你必须要站在范围以内才能连线。它是通过植物来发射信号的吗？哎，搞定了吗？出大 boss 了，我觉得。这个小僵尸是未来来的，接收讯号。哎，脑 C7 小僵尸，哦，要打那个泰坦了，要打机甲了，我觉得。哇，捍卫者！我去，哎，直接被吸过去了。我应该用橙子来打的。我可以回去换一下职业吗？教练，我要换个职业。他应该是不会冲进来的吧？冲进来我们会有东西干他的。任务既然完成了，我换回那个橙子。他瞬间切换职业，我怕你啊！直接吐他一脸。哦，好像不能用啊，还没那个射线。还没出那个玩意儿，他还是卡不进来，你看有 bug。 我记得可以用那个，可以用那个打，换那个，换食人花，食人花可以吐，反正我们随便换，食人花可以吐他一脸。那也不选错了，这是什么神话？飞车手，
装甲。这个兔好像也是有那个任务的，只要把它击败就行了，我们就慢慢吐它。我去！哎呦呦呦！哇，这毒兔的！哇，腐臭风暴！腐臭风暴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被他吸出去了，我去！哎呀，死了！就吐他就行了，吐他我们可以完成一个任务。啊，还剩最后一次吧，五次我记得可以吐。哇、哦！哎，没吐到吗？最后一次没吐到。哇、哦，又被吸起来了。哎，这个不算吧？一定要吐五个僵尸吗？又没吐到他。他那个任务不是用来咬这个机甲的，可能要去吐那个的，解锁成就。嘿，这个硬壳坚果，我有好事给你。无用援军，登月击败一群机器人和机器僵尸。啊，江霸称他们为千人机器战，怎么有点像星球大战啊？好笑，明明是只有大概100人的机器人，机器人军团。啊，这应该是那个了，地图战了。任务内容，哎，已经吐完了吗？那个任务完成了哦，完成掉了。复活五颗植物。用甜橙吧，可以撞死五个那个僵尸。我可以召唤三个基友，这里可以召唤三基友。这个是最强的，好像。我飞起来了，我要到那边去种那个植物。已经开打了吗？我刷僵尸了，已经没刷他，怎么乱放技能啊？种起来。没啥植物可以种了。僵尸从哪边供过来的？啊，他们是看是这边。哦，防守，应该从这边过来的吧？跳高的地方，然后占领制高点。从那过来的，
要去抢我人头，好不容易技能回好，你抢我人头。哎，我的人头啊！我看任务嘛，任务好像看不了，现在要用这个模式撞死五只僵尸，我已经撞死过一只了，好像从这边过来的。哟、哦，炸了！呀，谁都没撞死。特殊，哎，抢我人头，我去，好吧，感受原力吧，我去，哈哈，感觉怪怪的，感受原力吧，你就这里会刷僵尸的吗？哎呦我去，他弹掉了。哎，我敌人找不到了，我去！这撞五个人好难啊！帮手太强了，抢怪抢的像什么一样。好，任务完成。我切换角色，哎呀，跳太远了。派出更多的机器人 ，BOSS 攻势啊、哦，来吧，不怕你的 ，BOSS 来了，就一只嘛。
我搞定，公式结束。哎，太酷了！只要是可以切换几个角色一起用，太酷了。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。返回后院7500任务完成。一个人打其实还挺简单的，因为难度我也没选很高嘛。这个难度我不知道怎么选择。哦，我选的是应该是一般，不是困难。一个人打一般的话还好。嘿家伙。好吧，对决。那么这集啊我们先到这里吧，这个大概二十几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对决的话估计要跟他打。跟这个香橼打了，就是甘橙色甘橘色先，应该叫橘子吧这玩意儿。要么就叫那个橙子。好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，下集的话我们继续这个植物大战僵尸花园战争2的单人剧情吧，我不玩多人了，多人剧情的话到时候看情况吧，因为现在凑不到人啊，凑不到时间应该说，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录的。OK, 那么这集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